我搬冰川，特别想去看，然后那种地方就是很偏远的地方，就是一般的游客去不到，我就喜欢探索这种未知的区域。我去冰川的话，我就喜欢去找那种冰川里面蓝色的洞，它冰川里面有那个冰川的水化了以后，它会渗透到这个冰川的底下，然后在冰川底下的话有一条暗河，那个暗河常年在底下冲刷的话，就会冲出来一个通道，就像隧道一样的。到那个底下去的话，那个冰就全是蓝色的，特别漂亮，特别梦幻，那种就是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，我就特别喜欢那样的。一个人在那个雪山里面露营的时候，而且是冬天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晚上遇到了一大群的狼，十几只，就围着我那个小木屋外面转圈。但是我当时生了火，然后我把火烧得特别旺，他就没敢进来。我自己还掉到那个冰川湖里边去过。未来的想法的话，我就是还是继续去冰川，就是明年要是有足够的经费的话，我会去更多、更偏、更远的那种。更是人迹罕至的那种无人区里面的冰川。